继续来爬山的、啊。我们这次来到平溪的鸟水间，我们要从鸟水间走到江子寮山小百岳第11号。那么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等一下的路哈。这个是我们等一下的路，还蛮好走的啦，我觉得。然后后面会有一小段人线，我会拍给大家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走咯。好的，那么我现在开始准备要，快要到鸟水间国旗山了。对啊，我已经快要到了。我才刚上来一下下而已。对啊，然后有个小姐在走上，大概这样吧。对啊，可以。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太难啦，因为这边蜘蛛网有够多的啦，我一直在吃蜘蛛网，还有很多蚊子，所以这个来记得要擦点防蚊液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国旗山见。先看看路况，最后再做一个真正的决定。好了。